贵的。装备要不要直接出一下那个面具呢？好久没有出了。리안드리가 갈까 왕관 갈까? 出둘다那더 궁금해. 个面具呢，还是出皇冠的？两个都看起来不错的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皇冠可能更好一些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心态定功能。OK，死了，可能。差一点。터뜨리게 해야 돼. 그래야 라인 관리가 자기 원하는 대로 안 돼. 不能让他那个。이건 말까? 要不要先主 Q 呢？对面是三，首先得把 Q 点到二级。巴赫全开。哎呀！쟤를 타야 될것 같은 분위기인데? 看起来好像得要传送的那种感觉。这边上路看一下。어끊긴다。야可能会被打断，会被打断吗？아까나트를못잡은게너무就没能抓这个死哥太可惜。哦，漂亮！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的。이거는텔턴값어치가충분这个其实可以说，这个传说是有价值，物有所值。赚了，赚了！빨리가야돼。得赶紧去上路，不能再让他补了。왜干嘛呢？
我的兵啊！ 다이온만 텔 가능함 이제. 现在只有三有传送。 아이고. 지시다. 这是在干嘛？ 这是在干嘛？ 성공했으면 멋있을 걸. 아니 근데 성공했어도 어차피 사미라가 2타고 튈 수 있지 않나? 就算是成功了， 사미라也是可以能跑的吧。 나한테 없어. 我没传送的，我没传送的。 사이요. 나한테 충분히 먹었으니까. 现在 该那个点E了，被动还是叠的可以了。 아, 카이사 저거 빨리 집 가서 돈. 这 카이사 빨리 回家 应该得花钱的呀。 为啥不回家 买装备？ 我装备呢？ 게임으로 이제 틀 못하겠다. 现在这波兵现在三也得补，应该是没有办法传送的，轻易传送的。我是第一个现身的。大勇같은거 상대할 때는 근데 CS 좀 못 먹어도 돼. 打三恩的时候稍微的那个录一些兵也可以，只要能够好好的控好血量。啊，这么猛啊！对呀，他啊，心智落下了，不然呢？他原来这个刚才是一个勾引，用盾来勾引我的。 而且他到了六了，不应该被塔打到的。快点，推完得赶紧去吃一下果实。他绝对不会回家的，骗谁呢？啊，也推人的。他有传送的呀，他有传送的呀。 好，这样的话，三恩你攻击太次数，三恩可能会往下路传的。哎呦，龙哥就赢的。而且三恩还有大招，不过他是没闪的。这个是真的是，不过他是没闪的。这个还是因为我中，我好不容易，不用再打一下，可以。其实这个重要，但是我没有让他在及时交了一个闪现，所以下路情况可能。 好了一些。哦，我有些吐呢。这边万豪要来吗？万豪来的话，往这边跑。形态决定功能。 谢谢没完没了送的57个回蓝，谢谢。 아, 근데 지금 지상 최대의 고민이다. 리안드리 vs 왕관. 现在 뭘 가야 하나? 出那个 너무 둘 다 너무 왕관呢，还是出那个面具呢？两个都太好了，不知道要出什么。 상대방이 왕관 벗기를 챔피언이 아예 없어가지고. 因为对面基本上没有英雄可以把我这个皇冠可以扒下来，所以非常好。 但这把的面具也非常好，对我来说这真的是太苦恼了，不知道怎么选，到底是面具呢，还是皇冠呢？现在其实发育的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应该皇冠也很好。我赶紧把这个兵线推一下，不要想着打他，自己过来被挨。 오, 이번엔 빨리 쓰네. 这次他用的快了，可能跟刚才。那中力장이 없어. 我现在没有中力场呀。 빨리 써야 돼. 得赶紧用闪现。 好，拿一拿一。 와,
아, 잡아서 초식이 생겼네. 杀了之后有了秒表，要是再下了能再吃一个助攻就好了。杀了之后秒表才好，应该是在这附近。他的速度不可能那么快的。哪儿呢？把这吃了吧，兵线没关系啊，难道？我去传送来中，我去中路传送，还是得出皇冠的。 꺼지고 죽은 것 좀 오버하네. 确实是 交了闪 死的有点可惜. 선제공격 한 번만 먹고 가자. 先锋, 아, 先锋 吃个 先锋. 아야, 给一下 先锋. 先锋 多好, 真是的. 这么抠. 这么抠. 용방진공마. 有点漏兵多了。가이게를 먹으려 들 때 딱 스틸을 해주는 거죠. 하나, 둘, 안 먹네. 어, 이 불순물 열매를 좀 제거해 놔야 될 필요가 있는데. 특종 과실 应该得. 아야. 啊，是不是刚才应该得用一下秒表？感觉队友应该能赶到，应该得用的。哦，应该可以赢。Nice，漂亮。Zion이 자꾸 Q 차징에서 맞추려고 욕심을 부리네, 빅토르한테. 사이언 总是想要那个. 이게 진짜 빅토르 궁에 사이언 Q 한번 끊어서 딜러스 되는 게 너무 좋다. 매번 할 때마다 느끼는 건데. 매치 다들 싫어. 시그널 진짜 커다. 게다가 저 사이언이 Q 모을 때 그 가만히 멈춰줘서 중력장도 덤이야. 而且塞恩就是用 Q 那个攒的时候，他可以用重力场。反正他就维克多的很多技能都是比较克制这个塞恩的。中前面那段好像没听清楚。啊， 이제 좀 여유있게 뜯어볼까? 这样的话可以慢慢的拆一下塔。哎呦， 돈이 아주 잘 들어온다. 钱还是进来的非常的。 파워걸드도 뜯고 돈도 뜯고 다 뜯어보자. 맞아도 안 달아버리죠? 打我吧, 打我. 疼不疼耶. 딱 모을 때 깔아주면은 이렇게 좋아지고요. 在他聚气的时候，在下面放个助力场. 哦，哎呀！ 와, 떴으면 좆될 뻔. 完了，刚才要是被击飞的话，就有点危险了. 이렇게 먼저 밀다가 에너지 좀 달면은 승자의 열매 먹으러 가면 돼. 就打先推线，然后要是有点掉血了，就可以去吃一下果实，胜利的果实。啊，他们得我们双方所领取过吧？他。我觉得对面好像是十五分钟会投呀。如果对面十五分钟投的话，我会有点。会有点伤心的。 别投哦，太有意思了，刚才和塞恩打真的是乐趣无穷，其乐无穷。이게 만화가 없는 것 같아 보여도. 看起来这个好像是没什么蓝，但其实，哎呀，又来了。不过咱们的人也来了。多兰陵金钗里面 Q 만화는 계속 들어오거든요. 多兰戒指加上交那个。 어? 어? 어, 시체도 돈을 줘. 아야, 시체에 게 钱. 很好.
이게 빅토르가 만화가 0까지 떨어져도 도란링에 침착 들고 상대방 때리면은 Q는 무조건 계속 쓸 수 있어. 其实看起来没有蓝，但其实我只要是带着气定神闲，还有多蓝戒指的话，那蓝还是一直转的，还是会刷一些的，所以可以一直用的技能。嗯，돈도 될 것 같은데. 돈도 좀 벌고. 어, 이건 좀 위험할지도? 这可能会有些危险. 对面直接看戏，哎呀！那我再打9点嘛，别这么快结束，让我再享受一下。